猪肝小伙伴们都吃过，凉拌猪肝、炒猪肝、炖猪肝，今天我们来个不一样的猪肝，锅灰猪肝。不晓得的小伙伴继续往下看，先在锅高头干吃一半肉，直接去麻辣的。差不多弄成这个颜色就得行了啊！看，锅烧差不多，丢点炭，把猪肝放到炭高去烧一半肉。我们按照经常的翻倒，免得烧焦了不好吃的哟。哦哟，还在冒水。在这里发现一窝野生茴香，我们弄点回去调下味道。哦哟，这味道太浓了，还接到原来这么高的树枝高长这么大的那个五颜六色的虫，现在想到被皮子扒麻。趁着还有火，我们烧点辣椒和蒜，把肉浇下去，给它刮了一半手。看到黑，其实里头还是黄的，暗也很。刮干净，给它洗一半手，洗好过后给它切一半手。哦。醋来一半手，小米椒来一半手，茴香来一半手，把烧好的辣椒给它揉碎了，自制辣椒面，撒点毛毛盐啊，可以开吃啊。来吃一半手，感觉还是不错。整点我们秘制调料，蘸起蘸起。有点像我们过年的时候酿的那个腊猪肝，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啊！外头这一层焦焦的，吃到脆脆香香的，里头还是多嫩的，巴适很。